为什么他会都是一大早，不然就是下午，就是太阳太阳的日头会晒哦，会引起影响到迄个飞旋，甲迄个充气，啥物拢影响到。有刚早。嘿，所以拢一定透早啊，无就无。暗袂起飞的问题，啊，无来起飞就无要紧的款，无啥会当飞到别位。你讲换气啊？换那个那个。对啊，我想讲会当飞到别位啊，飞到的时间就无会较久咯啊。哦，你遐听到你上好势，你叫起伊。真快，你往落袂开开只，啊，不一般个，你关啦。前方测速照相速限60公里。你热气球一台还剩百万，一台还剩百万。刚才在布的款，还是刚布的，你吹气的，放气